你好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商场，还有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所以我们去Häagen-Dazs吃冰淇淋。我觉得屋主很宽敞。王姐，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在看那个味道，要先我觉得哪个会最好吃。所以你选了什么？我选了咖啡冰淇淋，可是我试一下芒果，可是我不喜欢，所以我买咖啡。而且现在我们坐在外面，你可以看。我买了提拉米苏，还有我觉得是非常好吃，但是我们需要用59块买这两球，所以我觉得有点贵。好糟糕，我们吃完了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你呢？我也觉得很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做食品有点奇怪，因为很别扭。我同意，那个服务员看起来很生气，因为我们吃不方便。这是我们的意见。但是我还有点饿，所以我们要去吃更多的冰淇淋。